刚才我又翻一下你们家相册，又看出了点新的问题。是吗？哇，哎呦，这个这我没认错，这是殷秀梅老师。殷秀梅老师，这个是我做演出的时候也是一个模仿的对象。咱别急，还有呢。你看，这都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。我看刘欢啊，什么周杰伦都。对。我就忽然想，杨坤，能不能用一首歌把这些人都囊括其中？哎呀！而且是我们说开始模仿你就模仿殷秀梅，然后我们说转换成杨坤，你立刻换成杨坤，行不行？别紧张，来，古比利先吃点。导演，我不录了，导演。一会儿他准得说咱俩合伙欺负他。我看你有点缺钙，你来点这个吧。试一下吧，试一下。看第一张相片是杨坤啊，那用杨坤老师的一首歌吧。好。好，怎么样？无所谓，行吧？杨坤老师得加动作，说来就来，动作你看，你看动作，他有点就是一般歌手上台都是，正步上来鞠个躬，你看杨坤不是，杨坤老师是有点不服的感觉，挑衅的范儿。阿里嘎里嘎啦，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，无所谓，谁让谁操心，留我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。刘欢老师也来了。对，哎呀，这有头发这。啊，还甩得挺带劲儿的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？我无所谓。难了，这个都不错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不错，何必让自己重复的轮回？我无所谓，不错，正好是这个。接下来用最大的劲儿唱出最柔软的声音，腾格尔老师，无所谓。所谓人来去，你刚才还疼。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？我无所奈何。叫个救护车吧，给你。谢谢。老这么用嗓子就有所谓了，我跟你说吧，殷秀梅老师。无所谓。花腔啊！哎呦，我说，花腔好漂亮，那个声音处理。太棒了！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呀，我们还真没听过殷秀梅老师唱的《无所谓》。哎，他唱完这个，李佳，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冲动吗？什么冲动？我想把他给解剖了，想看到到底是谁。对对对，我想看看他到底是男的，是女的。